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ndy。现在家里呢，去附近的公园练滑板。我准备要来欧整它。我准备了一只这个玩具蛇。等下呢，我要准备一个毛线跟胶带，将这只蛇固定在马桶里面。等嘉玲打开后，让我们看一下它的反应是什么。OK。Morning。那你快跑回来了，你不会凉呀？赞哦。哎呦，好冷。哎，我要点。哎，你用的水干。没给这毛就起来啊。哈？那毛不擦一擦啊？那鬼用脏脏，我哪唔知？我唔知啊呢。为什么你们到底知道还不知道？不知道啦。啊，你姐姐嘛，是啊，不要弄啊。该减姐陪，啊你陪啊高，拢是陪啊，阮爸啊，阮爸陪啊。啊，我你继续起来啊，今年啊卖傲啦，起啦。你要不要去厕所啦？赶快拿抹布啦，先擦快一点啦，是湿的哎、欸。然后马桶好像冲水冲不进去，它很慢。我不知道，昨天我刚刚。那你大便很慢。你看一下啊。哦，那我想尿尿哎。米娅啦！不要拿哦！不要拿哦！我怎么会？来自马桶水的蛇，要给他拍照啊！不要那边水，我们的水已经滴在整个地上了，马桶水呢？我不要，滚他的回家。然后有种不要拿那个。不要我的脚啦！我又没穿拖鞋，你以为我过得多好？走开，你进去，你进去，我跟你进去看。我要洗衣服啊。